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炫目浴。今天又有一个人来我的家。谁呀、啊？七七。哦、你又来了啊！之前说不要来的哦。等你下次还要来嘛？欢迎来到我的炫目浴。今天你们两个有一个挑战呢。什么挑战？最近要是一个房间，要是我的房间，我是说要带琪琪去看我的房间哦。好，那你全部东西是也是都。美妈，妹，好，今晚你们要睡这边 ，OK？ 再来一次 ，OK？ 加油，加油！啊，差一点！嗯，不用紧，琪琪在那边等。哈哈哈，轮到琪琪，加油，琪琪，加油，琪琪，加油！耶！耶！两个都可以，好玩呢。想刷很久，刷服啊！现在是什么时候 ？Meal time， 喝奶奶的时候。今晚琪琪睡这边，萱萱睡这边。今晚我们四个要睡这边呢 ？No No， 今晚你们两个睡这边吧 ，OK？ 琪琪来，来一起听故事。喂喂喂！嘿，一人生，三字幕。One upon a time, in a sea far away, there lived a little mermaid. 啊，讲完故事先要睡觉了 ，OK？Good night. Good night. Good night. 我开灯给你们哦。琪和萱萱，你们昨天睡得好吗？好。但是爸爸妈妈睡得不好，你们五点多就醒了咯。过后萱萱还要继续自己睡觉哦。等萱萱习惯自己睡觉，我们再叫琪琪过来，我们再看有没有进步。OK。还会乖乖一个人睡觉哦，一个人睡觉，好怕。我只可以开灯睡觉，我关灯睡觉北了。又睡了啊？对啦，五点多就醒了嘛。OK。